现场哦，那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场舞台活动喽。那我知道刚刚大家非常期待，就是要抽我们的笔电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有一些简单的小问题想要问一下现场的各位，要送礼物给你们。那我们正在七月份 ，Vio 正式宣布回归亚洲市场，那推出了两款的最新旗舰级的笔电，就是我们 Vio S 系列 S11 跟 S3 两款最新的笔电。那这两款旗舰级的产品呢，不只是全纯正日本打造以外，那机身非常的轻薄，非常的坚固，颜色线条非常的时尚简约。那更特别的是，我们还加入了 Vio True Performance 的技术，大幅提升了 CPU 的效能哦。那我现在来问大家很简单问题，送礼物给大家，请问一下，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来到是哪个品牌的活动现场呢？知道我们都有一个默契，只要大喊 Vio 我就会 cue 你，我数到三再帮我喊好不好？1、2、3 Vio！ 这位举水瓶的马上吸引我的目光，帮我前面一点大声喊出来，我们今天什么品牌体验现场？ Vio！ 没错，就是我们的 Vio 新机体验活动现场。那请问一下，有谁可以告诉我们最新推出的是什么系列的笔电？一个英文字母什么系列，有人知道吗？1、2、3 Vio！好大声哦，我都不知道选谁，再一次好不好？1、2、3 Vio！ 这边这位背背包的 S 系列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 S 系列。那有人可以告诉我 S 系列有什么特色吗？旁边有提示哦，有看到吗？后面的朋友都不想要礼物吗？快点吸引我的目光！我要喊喽，1、2、3 Vio！那这位蓝色衣服的大哥，日本原装进口，帮我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日本原装进口，没错，就是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，跟 CPU 有关的，有人知道吗？1、2、3 Vio！ 这边很大声，同级 CPU 效能高出8%到11%。没错，非常的完整。我们叫同时的高出了8%到11%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首波优惠活动。旁边这边我们有好礼三重送，今天购买 S 系列任意机款的朋友们就可以得到三样好礼哦。第一样就可以获得我们 Vio 的尊荣水壶，非常的漂亮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区限定的加码保固26个月，因为我们一般买笔电保固都只有一年嘛。所以我们这次台湾限定加码26个月，等于2年多，哎，是不是非常棒？那第三个好礼就是今天购买的朋友可以现折2000元哦，非常的划算，就只有这两天我们首波优惠活动才有，大家赶快把握哦。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还有好礼三重送，刚刚还没有拿到我们的露营室三段式露营室提灯的朋友们，待会帮我们拍照打卡，填写非常简单问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露营灯哦。那大家最期待的抽奖活动要来了，刚刚大家都有在我们粉丝专页留下你爱上 Vio 的100个理由嘛，那现在我来看看一下有多少人参加我们这次的抽奖。哇，满满的抽奖券！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先后退一点点好不好？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非常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参赛的人。那这里面是之前我们有在粉丝专页办过一次活动，就是之前有留言的朋友们，然后再加上今天另外加码现场来我们这边拍照打卡留言的朋友们，所有总共的抽奖券都在里面。待会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了，因为我们昨天已经抽一台了嘛，本来只有昨天会抽，那今天是另外再加码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空的，大家看一下哦，看一下。这么多，待会有一位新的，但是要在现场才算哦，所以这里面的人没有在这里就没有哦，所以现场的人才有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要来抽奖咯，那我们邀请我们 Vio 台湾授权商的 Nesto 的台湾区行销兼业务总监，我的 Frank 在哪？啊，我一直找不到你，邀请我们的 Frank。来为我们抽出今天的幸运得主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太多太多抽奖券了。那
我们有参加我们抽奖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离开现场，因为如果抽到你，你不在，就让给别人喽。那我们这次 S 系列的新机，还有非常方便你们使用的功能，就是我们有指纹辨识的功能，方便你们登入，然后还可以保障你们个人的隐私哦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键盘还加入了煮水的设计，非常的贴心哦。那我们现在紧张的时刻来了，想不想要笔电？想不想要笔电？想的人要大喊什么？一二三！哇，今天因为是手写的，今天的哪一位朋友？林长虹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？果然站最前面站第一个人，马上就抽到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我们确认一下，你有没有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留下你爱上 Vile 的100个理由？我们确认一下，太幸运了吧！第一个就抽到，我们昨天抽了好久。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有他这位林长虹先生有没有在我们的粉丝团留下他爱上 Vile 的100个理由？检查一下，大家还不要走，有可能没有，我们还会再继续抽。那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体验活动会一直到7点，那我们的优惠三重好礼就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才有，大家赶快把握机会，只有今天购买我们的 S 系列的笔电才可以有三重好礼哦。那大家稍候一下哦，那现在我再来送礼物给大家好了，在大家等待的时候，我刚刚有提到我们 S 系列都有内建什么辨识器，方便你们的登入，然后还可以保障个人的隐私，什么什么器，有哪位朋友知道吗？一二三，那这位橘色衣服的大哥帮我前面一点好不好，什么什么器？指纹辨识器，没错，这是我们的指纹辨识器。那我们的键盘还有加入什么设计？非常的贴心，有人记得吗？我要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那这位绿色衣服的大哥，帮我前面一点。键盘有加入什么设计？煮水设计。没错，非常认真在听我刚刚介绍，有加入煮水设计。好，那我们确认完了，来。林明明，哦，好 ，OK， 那恭喜我们这位林长虹先生得到我们今天 Vile 最新的笔电 S13。来，恭喜我们林长虹先生！那我们跟我们的 Frank 总监一起拍一张合照。非常幸运得到我们这台笔电，太幸运了！恭喜，谢谢。那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 Vile 说吗？啊？对我们的 Vile，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前面 Vile 的 Fans 说？继续加油！继续加油！他说你们继续加油，下次会抽到你们啦！谢谢我们林长虹先生。那我们今天的体验活动会一直到7点。那还没有拿到我们小礼物的朋友们，可以到旁边帮我们拍照打卡。那填写我们的简单的问卷，就可以得到我们三段式录影灯哦。谢谢大家！好快哦！我以为多了，居然可以一个人走。